你小姐好找个，这什么人？我这个太哥们儿，太哥们儿，这个是不是？我们是一个那个帮个那个打那个，那菜牌肉，整个那个。五块的。咱有多少号的嘞？五块是银。啊。你这个银多好。有给力了，有给劲。对对对，好事儿，刺儿的。啊，对，还有劲儿啊。走走走，俺走了啊。谢谢。这个还是个这个样，瞧，是个这个样的。咱变现了吧？三块钱。三块钱那水也不行了，一小时鱼三块钱那水不行。我是国小鱼啊，生活也生活。 行，行，尝尝。哎，咱那火锅聊啥嘞？卤了呀。多少啊？多少？我往底下弄的。 红鸭子嘞，是不是这条？行。哎。谁要嘞？哎，不要。呀，你炒这个炒的真香啊！咱后边儿真很香。在哪儿嘞？在上铺了。去几啦？嗯，今天爸爸去奶奶送饭呢。奶奶嘞？妈，你想去了？你想去？ 你碰了，走，拜拜。上午下了点雨，然后回去扫了扫花椒，做了点米饭，炒了点菜，给我父母他们送过去吧，中午就不回去了。哎呀，还是这个老地方。 啊，吃饭吧。你上那给送饭来了，没行。弄的米不少吗？也不少的了，少干。抢嘞。怎么也不少。抢嘞。嗯。你炒的正好就菜，呀，这个倒炒出是饭点了呗，炒不着正好就。给。 苞米油菜在这吃着，好好的吃吧，咱。在这吃着这个苞米油菜，在这吃着。给你蘸这个馅儿，蘸些鸡腿嘛，行，怎么样？你吃肉了？肉嘞？啥蘸？你的火锅料酒？你想吃啥嘞？那我就在这吃吧。这也不会。 嗯，吃这就在这吃吧。你们说喝完上班了，这就回来。啊。好吃，这个倒好吃，味儿好。嗯，你爸爸光愿意吃这个。好甜吗？